Hello， 大家好，分享一个空气炸锅版纯素低油椒盐杏鲍菇，麻辣椒香，做来放着当零食真的是太绝了。我们拿三个大的杏鲍菇，洗干净以后用手撕成细条，当然也可以直接切条，但是我觉得用手撕的口感会更好。撕好以后我们放一旁备用。另取一个小碗，放一勺五香粉，一勺半的椒盐，半勺辣椒粉，再加适量的黑胡椒，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。我们取一个保鲜袋，先把杏鲍菇全部放进来，倒入我们调好的粉，把口子封起来，里面留点空气，像这样鼓鼓的。我们用力的把它摇均匀，摇均匀以后我们打开袋子，再加一丢丢的橄榄油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加。我们再次把袋子封起来，再一次把它的摇均匀。空气炸锅预热200度，把我们的杏鲍菇倒进锅里，放进空气炸锅炸8分钟。8分钟到，我们把它拉出来，稍微的拌一下，把底部的往上拌，然后放回去，我们继续200度，8分钟。就这么简单，我们的低油版纯素椒盐杏鲍菇就做好了。我们简单的摆个盘。好了，今天的馋嘴纯素椒盐杏鲍菇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道菜真的是非常的好吃，而且几乎没有油，做法还超级简单，你也赶快来试一试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